各位评审大家好，我们这组的题目是创造奇迹。我们都知道窗户是建筑物的灵魂，因为影响着通风与采光和间接牵动着人们的情绪，于是窗户所设置的位置与高度就显得十分重要。但气窗的高度往往高过于人伸手的高度，所以我们做出一个可方便开关气窗的装置。窗户与气窗是上下对齐的，所以我们装置的构想就是在开窗户的同时将气窗一同联动。当然防盗功能也不能忽略，如果窗扇上锁时同时也能将气窗一起上锁的话，那将会使生活更加安全和便利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窗户分为上下两个构件，我们称为上面构件为构件 A， 下面构件为构件 B。 我们操作方式是将构件 B 向上贴动，并与构件 A 结合时，两构件相接时，同时将气窗的锁解开，以达到联动之效果。谢谢大家。